아주 제다 분들 보지 않았습니다. 그래서 그 분들 다 반지 분들 다 완성해서 여기서 풀 붙여서 신발 완성도 끌고 있습니다. 지금 신발 생산은 거의다가 후름식 공정입니다. 원래 이 설비도 수입산 설비였었는데 이번에 새로 개봉된다 하면서 평양 신발 기계 공장에서 생산한 국산화 설비를 넣고 생산하고 있습니다. 这个地方就是完成了，然后在那边已经那个做了那个补给，卖成品，然后在这边完成。然后以前这里的设备呢都是外国进口的，然后现在都改成我们朝鲜自己生产的。 공장의 현재 설비 자재 국산화 비중이 87%입니다. 现在这个工程，这个工厂的那个设备，还有什么原料材料这些。 国产化的，国产化就是实现了80%。哦，原材料80%。像橡胶这一类的，应该还是在。就是一直学的，就是橡胶的部分。啊，我们国木物流给点不哩？啊。塑料，国木를대용으로해서塑料다하고있어요。啊，他说这些，因为我们朝鲜没有橡胶，所以。 用那个塑料来的。中国的日高也有过。中秋节我们去年去过那个孤儿院，这里生产的一部分的鞋子都供应给他们。小朋友。对。 然后再放在这里，然后让他们就参考，对，学习参考。对，他们有做代工吗？他就是买了，做大家样子。哦，这个很厉害啊！这个不是打橄榄球。 这个工厂一直就是以内销为主吗？还是说以前外销也有？以前有合作过。 지고 싶고 배고 싶고.
우리 공장이 초창기부터 생산한 신발들을 니온 대비로 전시한 제품 경본실입니다. 아, 这个地方主要展示了那个初期，从初期开始到现在的所有的生产品。 你可以挖掘，把它挖掘出来，说不定有两万的，成为爆款，那是爆款。是按照年代展示的。开发的。 So 우리가 지금의 공장이 창립됐을 때 생산하는 유명한 것은 이게 사출 신발입니다. 这些都是刚开始生产的鞋子。最早的时候，加拿大同胞合作，他们这家那个工厂就是跟那个加拿大的一个朝鲜同胞，他拍的一个公司合作过，然后就生产了这种鞋。这种类似于，这是跟那个加拿大的朝鲜同胞合作，然后生产的鞋子，然后这个是。 在美国的朝鲜同胞合作的，然后生产的鞋子，然后这个是在美国的朝鲜同胞合作的，然后生产的鞋。这种就很户外的那种。刚才我们在那边看过那个布料嘛，用那种布料生产的鞋。这个布料是用刚才那个机器织出来的，然后。 再复合了一下，然后它就把它做透水，透水。这是男女人的。这个鞋厂是不是在全国都算是很大的？一个新발공장이우리나라에서 규모가 제일 큰 공장이죠. 우리나라 신발 공업부분이 전용당이 표준 공장입니다。规模还说不上是最大的，可是就是典型单位，模范单位。 就是算是整体都比较好的。对，那它在建厂初期的时候，人员规模就跟现在差不多了吗？工厂 건설 초기에 규모가 지금하고 비슷했습니다。规模上就是差不多。就建厂的时候就500来人，现在还是。厂址也一直都在这个位置。没有，当时现在不是都实现那个无人化嘛？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话，人更多一些。现在就机械化更多。 是下雪是穿的吧？对，是雪鞋。要不，一把사출기에서생산한이바방식이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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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
就刚才我们上次看过的那个孤儿院，就有这个。那这种的话，要提供多少数量？每年要提供多少数量给孤儿院呢？考虑不了，那是我们还没很清楚。但是那个按季节，按季节，对，不同季节的，对，学生给我们送的。然后我们朝鲜所有的学生都可以。 存活家领的那些鞋，然后每个学生都有同一的那些鞋，都是在这个工厂生产，然后供应给他们。那是不是每一年每一季都会发行的？对对。那这些鞋当中？ 除了就是免费的给学生那些部分，其他就是供到百货商场去做销售。那有没有什么款式是特别受欢迎的？嗯，当然，这个百货商场里面，那个，所以，品牌，是，那，但，是，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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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구두 형식, 운동 식은 여기 없습니까? 있습니다. 어디? 저쪽에. 아, 최근 가장 受欢迎的还是就像那个体写一样的 이게 좀 구두 형식의 운동 식. 아, 这些. 아, 그다. 좀 진주도미니까 아까 구물 집어줘가지고 이것도 구두 형식의 운동 식.
那这样一双鞋如果在市场上卖的话大概是多少钱대체로이건시장같은데서얼마나하나물어그래서우리공장가격은조금좀듣단말입니다그러니까공장가격보다벌써조금만원정도좀공장가격은얼마입니까공장2만5천원3만원아这个人民币二十、三十、二三十、三十两千吧。哦，这一千块，那那这样子呢？这样子的。이건이건또이삼십원이네요이거가만이만오천원이거는어만원어만원정도유럽신발은좀원가가좀적게들어가니까원가신발은뭐들어가는지然后那个春天的这些都是适合春天，那个秋天穿。这些的话就是适合夏天穿。夏天穿的还是比较便宜一点，然后这些的话比它还贵一点。嗯，因为我看这个其实。做工也蛮复杂的，做的挺好的这个，还是看。我拿过来给你看一下。这个就是那种山地越野的时候，或者爬登山的时候穿的。防滑大底。우리공장에대한신발에대한수요가높단말입니다이제우리공장신발들을많이찾습니다然后他说这个工厂生产的鞋就是在我们老百姓挺受欢迎的你知道这个牌子你知道啊已经很早以前就知道这个牌子